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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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120！现在龙清泉挑战120公斤。太轻松了，成功！世界级的，哇塞！哇，他的动作流畅，太轻松了，真的。冠军队把成绩提高到了262。廖辉，告诉我们，你准备尝试多少的重量？我觉得他会举65公斤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他有65的实力。他举不了60，不会举65。我觉得他有65的实力。他想要赢，他想要稳赢的那种。现在你是算他有可能加到65，所以你准备加到多少？151啊。151。我也要挑战我现在目前的极限。廖辉要挑战他自己目前的极限。这个对于他来讲也是相当有压力的，因为他只有一次机会了。现在廖辉上，如他所愿，现场响起了他喜欢的音乐。天哪！151公斤挑战成功，没事吧？你这孩子呀，于是把我们冠军队的成绩提高到了271。那你要66啊？太，是得66了。好难呐、啊，很难。我要挑战66，才过关吗？66就行，66才行，66才会超50公斤。对，66就胜利了。这个吉利的数字，66，你要吗？可以吗？能不要吗？都到这份上了。但是，赢很重要，安全更重要。对对。如果可以挑战成功的话，今天终结者队将会要拿下非常难得的一次胜利。哎，好紧张啊！我也很紧张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目前的一个极限重量。我唯一有一个要求，你说，我的出场乐我要指定。你要指定什么？我要指定范范的。哪首？任何一首都可以祝福。任何一首。我需要爱的力量。哇！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都。一些温暖借个肩膀，很高兴好感人。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让我希望他举起来，心还连着，哇，好感人呐、啊、加油加油加油，最初的梦想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再半路转。
心开眼界，像梦成一样。真是爱的力量，我们真感动到了。哇！哇！特别可怕，中间他已经不行了，就停在那了。我们裁判可能都要按红灯了。后来音乐一起，他又把他举上去了。从动作上来讲其实是不能算成功，但是我有注意到三位裁判互相交流一下眼神，都彼此给对方一个肯定的点头，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苛求他动作的规范，不如给他拼搏精神一个正面的鼓励。了不起，陈建州。其实是两位冠军激励了我，因为他们一直在不断的挑战自己，那也退役过，然后也离开过最爱的举重，然后现在又回来，然后不断的挑战自己。这其实我曾经也是运动员，我知道我必须留下最好。其实是两位冠军激励了我，因为他们一直在不断的挑战自己，那也退役过，然后也离开过最爱的举重，然后现在又回来，然后不断的挑战自己。这其实我曾经也是运动员，我知道我必须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谢谢你们两位。不管是我们的冠军还是我们的终结者，今天都让我们看到了拼搏的精神，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，太棒了。今天我们的优胜者就是我们的终结者队。请我们的世界冠军来为我们的终结者队颁发冠军奖牌。恭喜，谢谢。哇，谢谢，太棒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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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其实呢，今天我一直被他们的鞋上四个有力的大字深深的吸引，上面写着中国力量，这个一直在鼓舞着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我们举重运动员可以创造普通人做不到的奇迹？难道是因为他们真的天生就是大力士吗？难道就是他们天赋异禀吗？其实不是，所谓的中国力量归根结底可能就是手上厚厚的茧，没日没夜的训练和不放弃自己永远向极限挑战的那颗心。我们把这个精神也带到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当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力量。有一种力量，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，超越自己。今天呢，所有的队员让我特别的感动，一次次的突破了自己，更加的能体会到那种在场上拼搏拿到一个最好的成绩，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到最后其实就是大家拼了。其实看了他这一局，我也想到我这个2016年最后一局，那一刻我也想到我的家人。
爱的力量展现出来，真的是太棒了，太完美了。我想要更钻研举重这样的一个正式的、很有技术性这样的一个运动。希望今后举重会越来越被大家认可跟认知。是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冠军。我们最后用我们的 Vivo X Play 手机来合影，后面的朋友也有啊，老板冠军。好，谢谢大家。